得得得，早安大家，今天是露营的 vlog， 然后呢，我们这次的露营就是跟之前的不太一样，就是要全部人都自己准备帐篷，也要自己搭的那一种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有14个人，然后有些人晚上才来。早安，我们的柔真跟阿丽，辛苦吗？柔真就说一句话。我现在有点不想出发了。我们伟大的双子座伙伴，他说他真的快要生气了。双子座，双子座最棒。双子座真的很棒。美环，美环，美环。我们第一个算是有用的人，许凯浩有车，还有去 Costco， 还有自己一个人搬食物进去。对，他算是非常的有做事，有作用的。对，然后这个人黄鸿轩不做事，不带东西。然后带了一把吉他要唱给大家听，然后这个人什么也不带，然后也不做事。哎，我带水啊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他们两个都有做事，还有搬东西。然后是安森跟 LCK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世界的恶意。露营啊，你长得比较好看，你要接受这些。接受什么？对，碎碎念。这叫做什么？世界的恶意。我们在群组说，请问谁可以干嘛干嘛，然后账号就回说上班，有没有礼貌啊？然后这个更屌，回都不回。昨天我不是在你的频道上面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这个瀑布。对，都市传说。对，然后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洗澡完，然后头发潮湿，就沿路滴水滴在我哥房间。我哥说：“哎，瀑布。”我以为他是表头发很湿，结果他是说：“他有看影片。”对，而且经常爆红了。你叫瀑布的代言人，那是我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干你脸！我跟的人很好，你有做事，我就把你录起来。我应该不用洗碗了吧？就是郭玉成要洗碗，因为郭玉成现在迟到。黄鸿轩怎么没做事，还敢在那边坐着聊天？跟你讲，不要再骂我。真没水准。讨论我什么双下巴，我真没看到我没水准的男生。现在几点？迟到50分钟。没有啊。道歉。对不起。真的很夸张。大家。你都剪进去啊？我逼掉。哎，你在那边等雨辰，然后因为我们还要放这些东西。我不要。你要亲一下账号，就原谅。拉出来，裤子拿出去啊！对不起嘛，我真的错了。不要一下。知错能改，我们只是喜欢这种态度。我等下去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帮忙搭帐篷，都我弄。其实这一趟头到尾要让开，他说他要下去散步，然后就这样跟在我们车旁边。因为现在目前大塞车，我们现在超级顺，就他们走路。你上车。放大都还看不到他们，哎呦，跑过来，跑过来。在散步啊！来不及了。怎么这么累啊？ Hello, 1, 2, 3. OK. 干肥烂哦，还散步耶。好累啊。我们第一组到的嘉文，给我在打传说，还有阿昌，过年是不是给我穿成这样？我要引爆你们全部啊！因为我们说晚上玩射龙门，他给我穿这样，真的很夸张哎。终于到了。好棒！这是柔真找的地方，真的很会找。雷莎打八字。雷莎八。打八字。八打手。好好了，随便了，反正就是很漂亮，对了。开口。真的没人在乎哎，其实。我是 Irene。哈哈哈。你敢用基因吗？啊？你敢用基因吗？你的角色，我要亲你上车。不关我的事哦，是他叫我一直从我上车开始。不要直接叫基女，你是白痴哦！我们叫你说，哎，基女，不是这样好不好？你要直接
家挤。我说我第一我才第一次看到不好玩这样子。我刚刚说，哎，妓女，他跟我讲的不一样。我讲你肚脐好丑。我们看一下，你转过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还好啊。他肚脐像屁眼，我。你肚脐是黑黑的。我刚看到肚脐好丑。不想看，不想看。没有，是别的。你看，他要死掉。你赶快，你赶快跟他讲。那你有时间听了。我不想听，不想听。不是，是不是不是，只是讲你肚脐的。Lego 背后带，Lego 吗？Lego 还好带。你念一次，念一次。Lego 还好带。Lego 还好带是什么？就是你包也好大。这么大。好可爱。虾小。哎，我要喂养牛。OK， 刚好，可以。来来来来来，够了够了够了。你们干嘛跟他讲啊？前面给刮到了。是靠背啊。他们现在需要人去搬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张浩跟黄鸿轩一直都在下面。没有，他说撞钉啊，我很瘦弱。最壮的是江佩玉哎。就闭嘴。没有，他最北，他说来露营，来露营就是带一个笔电，一台一把吉他，还有一本书就好了。这个帐篷可以是六个人，有你，他说八个，有江佩玉，你给我安静。有江佩玉的话，如果他算两个的话，是要跟我吵架，剩下七个。我跟你讲，黑的。换这个了。我本来以为我是最废的废物，后来我发现我后面还有两个。没有，凯浩有去 Costco。不是，重点是他们不会开车。只要你们一直不爽，我就不再买台北。如果麦当劳的餐点比喻成……我大麦克，大麦克，开心吗？什么？看一下这个画面。他站起来了。哦，他们刚刚叫我过来，就是拍他们两个有在做事，然后徐凯只在旁边滑手机。跟你讲，只要今天没有我的话，他们也不可能在那边。其实有道理啊，防御。然后那个天天在吃过去，所以不要在那边讲这些有的没有的。有啊，有的。你们去帮忙啊！江佩一种每次出来都遇到这种老板，对啊，好好遇到好老板，你真的是那个老板，我不想努力了。叔叔，叔叔，他不想努力了。对啊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缺媳妇吗？虽然比较大只，但是很好用。你这样子我要怎样回答你？没有，你不用回答我，回答他。叔叔，他不想努力。一二三，太好笑！阿昌行不行啊？好久没听到了，绝对没问题。是我们大学的梗。好了，他在那死了，下不去。他去哪？我给老板有。小心小心，好可怕、啊！你们慢一点走。男生真的很好用。嘉文有什么想对男生说的话吗？刚刚我们在那边搬来搬去，然后林豪上来说卡拉木鸠在哪里，然后就拿走那边吃，然后在那边搬。凯浩好吃吗？没关系，真的可以，没关系。是的，你要吃吗？要吃吗？不要，你吃就好。王油头，他狗好可爱哦。
every day, and I'm still so amazed by you. 然后我们还有每个人都有租一张椅子。我今天做很多事情。对，你今天做唯一做多的事情就是睡过头了。我刚刚帮你拍照啊，你好好讲话。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做事的时候，他们赶快把自己的椅子放好，然后赶快坐下来。你们的速度真的快哎！你这样子就直接放三天我这个画面就好，因为我放了三天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好好，我们还要组装这个桌子，这样子蛋卷桌。是啊，这个也要放呢。对啊，还什么穿？对不对？我刚才穿衣服。啊，可以啦，他有粉丝花哦。反正你这样子应该是。你觉得楼子会开心？你们这样玩他桌子吗？不知道这三天玩楼镇会不会回家封锁我们？他一个相机而已，应该不会封锁我吧？我们那车的可能还好，对，他车就、欸、太好了，我是告诉你们是车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把你算在里面。哎、欸，我做很多事哦。好好，来，真的是忙的要死。开箱哦，开箱，开心吗？我在现在搭建我们的厨房了。都是谁在做事呢？我看楼声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很酷哎、欸，这就不会有蚊子。哎、欸、哎，我的相机不见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样打进去哦。他吧，相机啊。没打到。真的要好好表扬一下楼声。真的谢谢楼声。不然我们现在看到一片平静。对。不然我们现在已经去饭店住了。我们说要让我们退掉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我们今日剩下的三位工作完的成员，我们现在要去拿食物。来了，你不要往后叠哦。不是，这不是一样。看浴室也太漂亮了吧！这边楼真现在帮我们煮泡菜锅。我觉得我好像妈妈哦。哎，真的谢谢你，你今天一次照顾十二个小孩。谢谢你，你还会想再跟我录下一次吗？还好。看一下，哎，认真的，没有，不要再找他们，没有他们，没有，我们找搭好的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彼此心情好一点。哎、欸，这是雨谦他们帮我们准备的碗，我们可以每天用这个吃饭。然后要洗，等着碗。对，可以很大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全部都撑光。哎，带筷子。我跟你讲，全部的就是我们这个帐篷里面最优秀，一个人准备全部人，完美无瑕。然后最喜欢就是男生他们会一直做事情，真的很完美。为什么还会站在那边？男生不是吗？对，男生。我说男生真的会做事情，但不知道什么凯浩也会站在那边。可以哦。好。可以啊，最认真就我们三个，我们负责炒热大家的气氛。这个是泰式凉拌的，也是 Costco 的。第一天我们就是因为搭帐篷很累，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干嘛啊？吓到！通常我们都会直接用现成的，对，完全不用任何技巧。没有，是建议你跟我们都用现成的，不然你会很辛苦。那我先回家。我们一台车一起。好。这锅子碗是你是准备的、哦？真的很有质感哎、欸，你真的很棒哎、欸，谢谢我跟你一起哎、欸。哇，乌龙弄上来。哇哦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个还要吗？不要不要。对啊。这种情侣真恶心，男朋友煮饭然后一直抱着，不知道怎样。阿尚，你不是要求婚吗？不要乱。哎、欸，你讲吗？不是明天吗？真假？对啊，这个是很闹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那请改日。哦，于老师，不行，我东西又带来了，不行啊，就是要跟你求婚啊。把香槟的嘴巴捂起来，他要减肥。Shut up！
老板也说没有，一边一边下，一边一边下。开心的晚餐时间，开心的配乐时间，发小。他在帮大家洗碗，然后因为明天还要继续使用。他旁边被吵成小孩，被乌龟翘。他们现在玩人体乌龟翘，好烂啊！太累，好屌，手都不会痛吗？劳动强啊！乌龟女王是不是烂名？友情是脆弱的。王油头，归你归你，不要讲回来，归头你。徐凯恩为了怕牙刷被我们偷拿去刷，然后直接我刚才已经虎视眈眈。哎、欸，你应该不可能要了。我还是把它抢过来、啊。他就这样刷了、欸，我就拿热水煮一煮，然后把它拿过来刷。